大家好，我们就是那个干掉谢和弦蝉联 Street Voice 两个小时的阿三 and Eric， 大家好。好，那我们不啰嗦，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 Pink Pink。心情都跟着天气在浮动，该怎么感受那阳光的温柔，怎么午后一场雨就让你无心在工作，该怎么体会那辛苦后的感动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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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在台北只要有表演好像都会下雨，所以台北的雨好像不小心被我们带回来，都是他带赛。大家好，他是 Vincent， 对，他的形象是迷，因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关于他的事情。真女友，谢谢。因为他有男友所以要真女友。然后这是 Eric， 不是阿三。好，我们就是阿三 and Eric。那大家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说：“哎，那为什么就是阿三 and Eric， 但是有三个人？因为 Vincent 就是那个 and。”对啊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带来一首新歌，是用乌克丽丽来诠释，但是我乌克丽丽是刚学的，所以我不太会，然后弹奏不好意思啊。这首歌叫做《那里的风景》，然后其实这首歌就是在写说。因为是台东人嘛，然后就常常会想念台东的那种风景干嘛什么的。那你会很想在夏天，或者是像可能过几天元宵节啊，带你喜欢的女生会回台东来玩这样子，因为你想跟她分享这边的一切。真女友嘛，哦。
在哪里的阳光和煦，穿上我送你的碎花裙，耳机播放着你最爱的 CD， 请你和我一起。在哪里的空气透明，虽然偶尔会下点小雨，不用撑伞也有好心情，请你和我一起。我不能够说明，这感觉好熟悉，像漫步在金黄色的稻田里。我不能够说明，每一口的呼吸都充满了那里的风景。在哪里的阳光和煦，穿上我送你的碎花裙，耳机播放着你最爱的 CD， 请你和我在一起。在哪里的空气透明，虽然偶尔会下点小雨，不用撑伞也有好心情，请你和我在一起。我不能够言语，这感觉好熟悉，像漫步在金黄色的稻田里。我不能够说明，每一口的呼吸都充满了那里的风景。我不能够言语，这感觉好熟悉，像漫步在金黄色的充满了这里的风景。你依然是那么的美丽，夕阳依旧那么的绚丽。你依然是那么的美丽，夕阳依旧是那么绚丽。谢谢那里的风景。好了，然后乌克丽丽就可以丢掉了，对，然后我们要站起来了，然后站起来跟坐着一样高耶。不好意思，那个，因为接下来这首歌会比较感性一点，所以我想坐下来。对啊，因为有些事情你也不能勉强。我妈妈就只有伸小腿给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妈，我爱你。妈今天有来，大家不要对，给点面子好吧？好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叫《国际线》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一下感情的问题。在遥远的那一边，我看着地图上的路线，飞往你那的班级是几点。每次看着你传来照片，我们之间时差只有一些些，怎么感觉却天南地北，现在的你又在哪一方航线？你总是放着他的照片，而我却没放。
飞离我们的世界，这最后一班国际航线，我现在就想飞到你的身边，他在你的身边。你在遥远的那一边，我看着地图上的路线，飞往你那的半径是几里。看着你传来的照片，我们之间时差只有一些些，怎么感觉却天南地北，现在的你又在哪一半航线。你总是放着他的照片，而我却没法让我们改变，之间的距离正在飞离我们的世界，这最后一班的国际航线，我现在就想飞到你的身边。你正在飞离我们的世界，这最后一班的国际航线，我现在就想飞到你的身边。谢谢国际线。其实我们就是表演的时候，很少会唱一些就是抒情歌啊、慢歌什么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都是好男人，对，所以没有什么感情纠纷。嗯，可是我们常常搞不懂女生，对，就好像跟女生常会说不要，不要。其实女生说不要就是要，她说你让女生说要就是超想要。那明哲男生都说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男生如果说不要是不知道，就希望你硬要，还是真女友要瘦要这？在场有瘦的男生吗？可以就是立即报名，然后我们等下结束会有就是拥抱会跟亲嘴会在那边举行，每一场表演都会有这个活动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参加过。我要，我要跟他。你要跟他？明哲中了，中了。我们就是弄过这么多场，终于谢谢你的支持，眼光真的是独到，希望你可以把它矫正一下。我会把握。哎，这也不叫矫正啊，就是希望他可以，就是对，都可以啦，他很 nice。今年几岁？18。对，就是大概18年前18。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可以，他腹肌还蛮大块的，很硬哦，很硬很硬。好啦，对啊，今天我们会开这个两性教室，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女性专家跟男性专家，还有两性专家，大家的问题都可以举手发问，都可以帮你立即解决，好不好？或者是你想要参加类似我爱红娘的活动，都可以来我们这个下面这个信箱网址，就是把你的照片跟什么都丢到我这边来，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。